谈一谈，录像完了，我请饭店。行行，我们吃完去，别着急。行，现在咱就出走。中午了，走走，才十一点多点。到十一点啊，才十一点，走走，到那正好。啊，到那要吃饭呗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再见再见，叔。走走，跟他唠唠去，没他不跟他唠了。真是唱戏的腿抽筋，属实下不来台啊。大爷相亲着急脱单，咱们能理解。但是大妈一听到要请客吃饭，马上就催促红娘快走。大爷这头话都没说完呢，大妈就想要把电话给挂了，整的咱都不知道大妈是奔着人去的，还是奔着下馆子去的。长得是年轻啊，完我感觉的也不咋老实。你头发染的还是？从来没梳过头。是吗？我有梳头的钱吗？买二斤蛋糕吃。但是也有白头发了啊，不多不多，那少，你这个年龄了。嗯，生日看着我吧，都好像是，60、65、63、64、是像60多岁的人。嗯，咋保养的？咋保养的？这么好啊？你就是年不年轻，少不少兴，属于粗牙都属于血统。啊。你我老妈，我老妈上八年病故了吧？但是吧，头发还没全白呢，牙一个没掉。91岁，90多岁，病故了。嗯嗯，我姥爷，98岁病故，又是长寿基因哈。血统是非常关键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飞机上打点滴，水平高啊！知道的明白，咱大爷60、70了；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才40出头啊！人家的长辈们个个都90出头，这要是没个大病小病，说不定都能横跨两个世纪啊！咱可真是羡慕不来啊！叠得像豆腐块似的。我这岁数大了，我这年轻时代吧，都提这规矩。你当过兵吗？没有。这鞋都蒙着个小帘儿。那我这怕落灰。我这现在岁数大了，卫生方面差了。年轻时代我就比较干净。真利索呀，这一个人这不像是没有女人的家呀，干干净净的，不像人那个70、80万人那面积大宽敞，还行，也够用了。要是说老婆，你这不得挺好吗？厨房挺宽敞的，跟那屋也没差多少。嗯呢，炒菜调料你看都一样不少。那拿手吗？做菜啥的？糖醋椒汁鱼溜一段，我手艺的活。啊，但是呢，要包饺子就不行了，蒸馒头一窍不通啊，整不好。面食不行。嗯呢，包饺子发现回去一干没人都弄了。喜欢吃面食啊？面食吧，做饭费劲嘛，但是面食好吃啊。嗯呢。这些年自己过吃不着面食的，找着老伴儿能给你做面食吃是吧？真是城墙上的守卫高手啊！都说房间整洁无异味，不是伪娘就是 gay。 但是咱大爷不仅屋子是干净整洁，而且这被子也是一点都不马虎，厨房柜台上面的调料也是一个都不少，可谓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，属实是小马拴在大树上，牢靠的不得了啊！这样的男人还上哪找呀？看5、6个了啊，看那么多了，都不像人。看这人吧，这老婆就没打心上来，就不动心啊。我高低，我也不娶，我也不嫁。哎，说一个顺心顺意的，这样你下半生他也跟你真心真意过日子，下半生生活有奔头，生活有希望。那想找个啥样的呀？我想吧，找一个65到70来岁，70岁左右。啊。超70我就不打算看了，女人不抗老，体质健康，白净一点，白净一点的，身体没啥毛病，大毛病的，皮肤发黄、皮肤发黑的，我就不打算看了。是吗？那个对这个这样的皮肤的要求这么高啊？我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起码得占个中等以上的这个容貌、体格各方面的情况。说起自个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，大爷也是直言。自个先前就没人介绍，也不是一个两个了，但是次次都没有能让自个心动的，直呼想找一个身高体重中规中矩、皮肤白净的。就看咱大爷这要求，那也是一点不低啊。爱情靠争取，为爱不放弃，相信大爷的幸福就在下个路口。你媳妇性格咋样？好好啊，这人特别好。好在哪儿？哪都好啊，你就是出事儿啊，说话啊。啊，最大的优点是啥呀？会持家。会，那你就能赚钱。能赚钱是不是？哎呀，哪个都好就是的呗。干什么？别夸夸我不咋好意思。那就是好嘛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妈闪亮登场。真是老奶奶钻被窝，给爷整叫了啊！红娘刚到大妈的屋子里，就碰到了人家的嫂子，那嘴巴可是斑马的脑袋，
说的头头是道的，直呼大妈她是能干勤俭持家，优点浑身上下都是，但是缺点问了就是没有啊，属实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了。哎，你说像以前哈，农村都要往市里找，街头找，现在呢大伙都喜欢往农村去，田园生活嘛，都喜欢。你像夏天回农村啊，有小园整整，都绿色食品。等到冬天冷了呢，回这嘎来住了。啊，农村太冷了。向往的生活是田园生活。田园生活是。可以到你这儿来。是是是是。啊，离开镇东安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年龄上呢有啥要求？年龄没啥要求，啊、别不比我小就行。啊。我不喜欢比我小，岁数大的吧，他比较注重那个家庭了，他没有啥夫心了，啊、就是过日子，反正好好过日子就行。那走吧，那咱去看看去吧。行，好好。嗯，咱大妈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，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，还真是啥都不挑啊，直呼农村和城市的自个都能接受。年龄上只要不是比自己小的弟弟，那就能够夫妻手牵手余生一起走，那咱们就骑驴看唱呗，走着瞧吧。哎，叔，哎，我叔叔到衙门吃饭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往你那儿赶啊，别着急。那么的，妹妹，完了你跟红娘吃丫头上完香，我先到这丫头。咱们谈一谈，录像完了，我请饭店。行行，我们吃完去，啊、别着急。行，现在咱就出走。中午了，走走，才十一点多点。到十一点吗？才十一点，走走，到那正好。啊，到那吃饭呗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再见再见，叔。走走，不跟他唠了，唠起来。他不跟他唠了。那到那正好十二点，走走走。到正好十二点去吃饭呢。这个人大不大？好像抠搜搜，我还不干。啊，走走，考验考验，叔叔。就是考验。看看咱们中午到那了，他是。啊、那你要来白了眼，我转身就得走了。啊。你刚才叔叔不说吗？来了先跟我唠唠，唠完了我再安排。着急了是不是、啊？他着急，我比他还着急。你这也是个急性子。那我干啥比较性子急？我不是那慢性子。真是冷灰里爆出热粒子，意想不到啊！大爷相亲是火急火燎的，想要早日抱得美人归，为了老表心意，也是客套起来要请大妈吃饭。红娘也是在一旁劝慰大爷别着急，表示一行人吃完饭才去。没想到大妈一听到有人请客下馆子，马上就坐不住了啊，直呼自个现在就往那赶，而且言语还不停催促，整得红娘也是措不及防。毕竟当了这么多媒人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猴急的大妈。认识一下，来，阿姨，你好，你好，杨百华，啊，陈凤雪，走吧，咱进屋吧，外面太冷了。上屋。我不清楚你的性格，你也不清楚我的性格。我谁怼过去说江山好歹秉性难移，但是俩人吧，得相互互补。你要性格，你还是暴躁型的，你还是温柔型的？我问你，我是综合型的。综合型的，嗯，我不，你说那俩我都不沾。那咱俩都是一个形状的。他脾气好不好？哎呀，跟你说啥的，一点也找不着。真是老奶奶钻被窝，别整叫了啊！这个年龄相亲就是要找能够合得来的老伴。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大妈的脾气，大爷也是询问大妈是火辣暴躁的还是温柔细腻型的。没想到大妈的回答亮眼了，直呼自个是综合型的。咱看的是合不拢嘴，但是大爷却彻底懵了啊！你家那没几年了？没十九年吗？没那么些年了。那你得找啊。我后期原来老婆去世了吧，又通过媒人给我介绍第二个老婆，过了五年完了之后吧，闹点矛盾分歧，通过亲戚朋友吧，通过媒婆又穿了回来了，订的要法一张。咋订的呢？就是姐姨的工资咱俩一家一半，但是他后来起外心了，过去说金针菇不研究，起外心了，都要存点本上。我这都存你本上的，咱两个媒婆加咱俩八个眼珠到一堆，咋定的要法一张，咋定的家庭土著车，那都存你本上。我要有大病奔长春，我搁长春医院不轻等死报销，起外心了。他变心，他有眼。问到大爷的感情经历，人家也是长江里的石头，经历过大风大浪。自个的原配妻子不幸离世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，大爷也是下定决心谋幸福。没想到这妻子是找来了，但是却不是跟自个诚心过日子来的，说话做事都跟大爷藏心眼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大爷也是把刀劈砖，说断就断。第三次婚姻，上午打麻将，下午打麻将。啊，你又找第三个了？嗯，
一天的揍三的饭，我当时说，我说你打麻将，我给你揍三的饭，我都敢给你当保姆。我最防打麻将，但是我会呀、啊，啊，我会麻将。你要打麻将，我真有所考虑。愿不愿意上县城？不愿去。那凡是能安的，你哥有楼是吧？我哥有楼。啊，有楼。那打算，你是让我去你家的话？就看处的啥样，处啥样咋的，他说哪什么都无所谓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些那处行，上这个住楼中，我花了费上你那住楼也行，这咱俩达到一定程度，结为夫妻的时候。真是秧地里窜老虎，一想不到啊，本来以为大爷能就此罢手，哪成想人家又冒出来那第三次婚姻，整的大妈都大吃一惊，着急的都用手爬了大爷了。看来是真的吓到了啊，不过好在大妈是没往心里去啊，爱情经不起等待，大声表白就要现在，就看大爷如何做出争取了啊。该登记登记，你看这硬件条件，这个经济方面，你有什么考虑？咱们红娘，我有工资，你有工资，这就不说了，啥都行，反正是生活能过得去就行。你的工资，我的工资，你这还有什么要求？搞一起花啊，搞一起花。花剩下存上，有个天灾病业拿出来，就这意思。咱俩要处好，必须得登记，登记了正式夫妻。说你照顾我照你，反正你就别藏心眼，拿我就当你先个亲人老伴，别拿我去整了个保姆，你伺候我。我今天妹妹红娘在摄像室，你拿我不当亲人，我完了隔心。我也不是什么承诺，这是我，那是我，也不是什么承诺，也不是什么誓言。咱俩几位夫妻一旦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一旦你要躺在炕上，老陈给你请大夫端汤熬药，老陈伺候你。你能做到？他给我发那相片吧，我就给说了。我瞅这人是个忠厚人。我老陈，你躺在炕上，给你请大夫端汤熬药。你别说了，我感动，我要出眼泪了。我给你擦屎撒尿。我不会达到那样的，快点的吧，别说了。老陈能服辛苦。俩人唠得挺开心的哈。还行，其实人一当面就能看出来这人好不好。嗯，嗯。那留个电话吧，然后后续我们再接触。